哎，都是的，今天辛苦了。谢谢叔叔今天照顾妈妈。都是的。我替我爸夹。好好吃饭。妈才不稀罕呢。星辰，快吃饭。爸爸，你真没用，谁都不喜欢你。 这吃堵住了你嘴是吧？下面插播一条简讯。我一直对设计很感兴趣，很高兴有机会参与到这次比赛中。这次的设计凝结了我和我团队所有心血，我相信一定能得到。周一代表你们公司参赛啊！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怎么？他把你们创维比下去啊？你就这么相信他的能力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哎，咱们吃饭不聊工作啊。 吃吧，真讨厌！爸爸，你真讨厌！我吃饱了，我多余。你要电脑干嘛？帮我妈妈查数据下载。你知道密码吗？不知道。 先是你的生日吧，2015-03-31。我们都是同一天生日。这是我爸爸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但是是粉色的，我不喜欢，送你吧。你爸爸的生日呢？ 坏女人，你等着！给他脸拉开，对，还有耳朵。你干什么呢？我们在帮安安姐的报仇呢。什么报仇？瞎捣什么乱？你们俩？小屁孩胡说的，我们在看动画片呢。哦。 客房有别的电脑，你明天姐姐出去玩吧。去吧。喂。会被他发现了吧？不会，我爸可笨了。喂。 安小姐似乎在查她母亲的车祸。我就说能涨吧。爸，刚刚短信说我信用卡到期未还，怎么回事？慌什么啊？我有个古董在拍卖行等着拍卖，卖出去不就还上了？我还用剩下的钱买了股票，这几天一定能发好几番呢。你俩也不跟我说一声。 哦，对了，我代表司徒集团参加了拜尔特的设计比赛，要是赢了的话，咱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次设计大赛，你好，这边请。这次设计大赛的主题是维埃尔，欢迎您的参加。 由贝尔特集团举办的设计比赛，目前已经产生了两位冠军候选人，他们分别是川辉集团的安然小姐，以及司徒集团的周一一小姐。恭喜两位！<笑><笑> 你说这是不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？这电脑是不是出问题了？关掉。本次比赛的最终获胜者将直接在现场与贝尔特集团签约今后3年的设计合同。你觉得安然还是周一？周一。好，那我就宣布了。两位小姐的设计都很出色，我们一时间难以决断。但是考虑到周一小姐的设计。 用时更短，所以最终我们选择周一小姐的作品。
你输了。创辉集团果然还是人不够的，等下签完合同还要去王总那边探视。你还是太自信了。在这次的设计当中呢，我想要表达的是爱与和平。我的灵感来自于周小姐。如果你想要传递的是爱与和平，为什么要在手链的内侧加上古希腊文中仇恨的单词呢？哦，其实呢，我想表达的是爱可以包容恨。不好意思，是我记错了，这个单词是痛苦的意思，不是恨。对不起啊，周小姐。安小姐，你输了就输了，你怎么还在这胡搅蛮缠呢？大家请看，请各位评委仔细观看这段监控视频。周依依在比赛前一个月窃取了创辉的设计稿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这视频是假的，大家不要相信他。这手链是我设计的，想要表达对母亲的爱，因为母亲的表面是坚强和爱，但内里却承受着不可言说的痛苦。而我这次的参赛作品是新设计的，象征的是孩子的天真和童趣。这么重要的问题，你居然一点都没有意识到。行了，帮我约一下贝尔特总裁，我要亲自去道歉。太棒了，你看见周依依的海报了吗？我给你报仇了。我就知道是你做的。妈咪，白叔叔说要为你庆祝一下，请你吃饭。对，恭喜你爱人，晚上可以请你吃饭吗？学长破费了。还叫我学长啊？咱俩这么生分？怎么会？那咱们走。走。谢谢妈妈，我去旁边的游乐区玩了，你们好好吃哦。孙然，别担心，会有专人照顾他的。累了一天了，咱们先点吃的。好。服务员。姐姐，这个戒指是那位先生的，他想把戒指藏在蛋糕里送给他旁边那位女士。好的，走吧。你知道吗？小屁孩，你爸出局了。爷，贝尔特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，
他们也愿意把另一个产品先交给我，请你不要再随便干一回。老子想没一个人我行。爸爸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小祖宗，怎么样？菜的口味还对胃口吗？都是我爱吃的菜。六年了，没想到你的口味还是一点都没变。没想到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学长还记得。我怎么会忘记呢？这位先生好帅呀，他是要求婚了吗？先生，你快点，再不来我就没妈了。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家餐厅的？我送给安星辰的手表可以定位，你快点儿。好帅呀，蛋糕里别说藏戒，就是糖玻璃珠跟我求婚，我也愿意。爸爸，你看看别的男人，你都不能多学学吗？儿子，当一个男人足够帅时，不需要任何手段。没救了。您的蛋糕，谢谢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榴莲蛋糕？你猜。哎。哎。姐姐，蛋糕好好吃，给我吃好不好？司徒子明，这么臭东西你也吃得下去？你去吧，赶紧刷牙去。司徒墨，你不喜欢吃不代表别人不喜欢吃。墨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打扰你们约会了？我是来找我家家教的。吃完了吗？吃完跟我回去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输不起？子明。子明，你把蛋糕还给叔叔好吗？白叔叔，我就喜欢吃这个，让你爸给你买十个别的。小屁孩，你又捣什么乱？快把蛋糕放下！哼，还真是打扰你们约会了。你们继续。子明，我走。学长，对不起啊，我先回家了。走，星辰。安然，走。安然，快点儿，走不走？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不就是一个女人吗？都怪你，都怪你！妈妈，白叔叔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逃跑啊？星辰，妈妈只想把全部的爱都给你，给不了白叔叔想要的，所以不想伤害他。老师说，单亲家庭的孩子容易有心理疾病，你还是给我找个爸爸吧。走吧，保姆。看来我在司徒总裁心里还蛮有分量的嘛，穿着拖鞋开车，不安全吧？一会儿还是我来开车吧。带姐姐快去洗漱。你去找我是有话要说。
恭喜创辉拿到贝尔特的合同。穿着拖鞋去餐厅找我，就为了说这个？谢谢。从今往后，司徒集团会认真对待创辉的。安总，请多指教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去睡觉了。哎，等等。我这衬衫要洗，你帮我熨一下。哎，我是来照顾子明的，不是来照顾你的。你今天约会开心吗？你今天穿拖鞋，脚不冷吗？你别转移话题。开心，开心的很。你要是不来的话，我就更开心了。冒烟了。哎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是你非要跟我说话的。没事，我肚子疼。你没事吧？他到底怎么了？连女性生理期都不知道吗？司徒墨，你要是不珍惜安然，我珍惜，我不会让他在这受你欺负了。等他醒了，我就带他和星辰回去。他是我家家教。家教你凭什么拿他保姆用？你疯了，赶紧起！疯的人是你。阿佳，司徒墨，别太过分。干嘛呢？安然，好点了吗？安然，跟我回去吧，别在这受罪了。小白学长，我没事儿，我答应过子明要留下来照顾他。司徒墨，你要是个男人的话，以后不要再欺负安然了。要不剩下的活我来干吧。啊，
司徒墨，算你还有良心。我有强迫症，活干不完我难受。之前怎么没看出来？啊，你休息好就来找我干活。你。如何照顾生理期的女人？嗯。红糖水，热水泡脚，饮食忌生肉，这么麻烦。别玩了，好好干家务。救命啊！别闹了，星辰，抓紧做家务。终于完成了。喂，秦战，股票的事怎么样？好，怎么样？你别闹了。给我的。哟，莫大总裁学会照顾人了。我不爱喝红糖水，给你喝吧。还腿硬。这也是给我买的。给子宁买。爸，这么大的盆我都能泡走了。哦，买大了是吧？哦，那给二人用吧。给二人。二人阿姨今天身体不舒服，让小锦叔叔带你们出去玩好吧？我不想出去玩。走嘛走嘛。爸，好表现。来，走吧走吧，注意安全。好，慢点啊。泡脚桶。我们和贝尔特集团的合作就这么没了？你总得给我们几个股东一个解释吧。我已经安抚过贝尔特了，他们也愿意把另一条生产线给我。我会保证集团今年的利润。哼，现在外面留言说你袒护未婚妻，剽窃他人作品，集团公私不分。通知所有媒体，周一不是我的未婚妻。司徒墨，集团现在遇到这么大的问题，我们几位老人都怀疑你是不是还有接管集团的能力。是不能干就别干了，就是别干了。能怀疑他的只有我。爷爷，是我把公司传给司徒墨的，你们质疑他，就是在质疑我。董事长，您别误会，我们不是这意思。好了，散会。爷爷，小莫。创汇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我已经让他回国了，亲自和你赔礼道歉。爷爷年纪大了，不知道还能陪你们多久。你和云上还有子明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我说我绝不可能和他和谐。和贝尔特集团的合约搞定了，我现在宣布全体休假三天，再加多30%的年终奖。云少先生，你回国了，辛苦了，安然。诸位还不认识吧？这位是我们的集团董事长云上先生。云上先生。你之前为什么没告诉我你也是司徒家的人？啊，
司徒墨跟你说的吧？是。安然，其实我常年待在国外，是因为老爷子不允许我回国，他怕我威胁司徒墨在司徒集团的地位。这次要不是因为他过寿啊，才特批我回国。你说你买的什么破玩意儿啊？还有古董呢，地摊30块钱一个都嫌贵。包大伟，你说你眼瞎吧你？再比你脑残强，还有说啥就是啥啊！哎呀，别吵了，我信用卡都运行成什么样了？还有这次比赛失败，我居然告了那些说我是他未婚妻的媒体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安然，我订了一家你最喜欢的餐厅。那我可要好好的宰你一顿。听说你把司徒集团管理得很好。你少在这儿假惺惺的，你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。我们是亲人啊，你不要对我这么大敌意嘛。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父母的事儿我还记着呢。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父母的事儿我还记着呢。脾气这么大，也不知道谁能受得了。小莫年纪还轻，年轻人吧，有点脾气很正常。走吧。去接安然姐姐下班了吗？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她又没人跑了。她爷爷不是让你带孙媳妇去参加寿宴吗？你小孩子别管这么多啊。行，我现在就去跟她爷爷说，让他在寿宴上给你安排50个相亲对象。苏子明，你屁股是不是痒了？别别别别。司徒云裳，你会为你犯下的罪过付出代价的。他爷爷，我想了一个妈妈，但是爸爸让他跟别人跑了，你快去去呢。什么？子明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爷爷忙着呢，他只是我给子明请的一个家教，会哄小孩而已。你快别忙工作了，差这点时间，赶紧跟我说说那个女人的情况。安然姐姐，你是来找爸爸的吗？太爷爷，
这就是我想的妈妈。怎么样？去亚德园？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创辉大中华区的执行总裁，安然。这是我姐姐安然和穆少爷的孩子。我姐姐听说您在给穆少爷相亲，故意勾引他，想靠孩子嫁进司徒家。父母已经现在把他送到了国外。我来这里是想跟司徒老爷子道个歉，抢了您和贝尔特集团的合作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输了就是输了，我不至于输不起。你就是小莫家的王五啊？司徒家的门可不是随便就能进的。你们两个跟我来。你们俩啊，平时势不两立，挑女人倒是挑到一起去了。爷爷，他只是一个家教，子民喜欢而已。安然的确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。你闭嘴！创辉的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，跪下！创辉的事儿我自己会解决。我现在跪下！当初让你出国前，我就跟你说过。绝不能把手伸到司徒集团来！你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！你，既然您都这么说，那我干脆把创辉送给司徒集团算了。我不需要。那就早点走手去吧。我老了，医生，先出去吧。随便看看。你是跟司徒云上来的吧？这下你可选错男人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家已经破产了，你现在可就司徒墨这一根救命稻草了。可他好像已经否认你是他的未婚妻了。有老爷子帮我，我看你拿什么和我争。我要安然姐姐坐我旁边。在我们家，保姆不能上桌。她是家教，她不是保姆，她是我选的妈妈。怎么样，这是规矩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先回房处理公司的事儿了。段中，既然来了，那就伺候我们吃完这顿饭。爷，别小题大做了，我们吃饭吧。说了这是规矩。我和安然还有些事情要谈，安然，我们出去走走。爸爸，安然姐姐走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周阿姨又温柔又贤惠，哎，让她做你妈妈好不好？不要，太爷爷，你今天真讨厌，我不吃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去哪儿？爷，我去看看怎么样。都走，走。还得委屈你在这多住两天。没事，
刚才谢谢你替我解围，也不知道老爷子对我怎么有这么大的成见。可能是我连累了你吧。对了，你之前说的那个保险柜我找到了，但还没来得及打开，有机会再去看看。二然，我想跟安然单独聊聊。